二十，你从南宋大概你还不清楚，这之前呢是天权的赋税，所以说这粮地啊，它分的不怎么大。这蜀地你的产地呢，也都归主人所有，我们呀，就是期望收成好，大人们一高兴，也就都给我们分一点。不过你看这收成，你也看到，近来天下不太平，愿意老老实实种地的人也越来越少。 也就成了现在的主光景。停。现在是这样的啊，哎，现在是那个让那个谁，这个方烨回来，方烨一回来，他一看，转身掉头就走。嗯，好，掉头就走，然后方烨就跟着他走。好的。马车，走就好了，掉头就走。方烨一上来，那个谁。